给他教学一下怎么可以隔着空气拉动这个水晶球。好，其实呢，在水晶球上面有一根隐形的绳子，咱们再重新拉一根，把它贴在这个球上面，贴紧之后拉着绳子，它就可以运动。好，咱们把它绑在这个东西上，然后剪掉，它就会松掉。你相信吗？好，不相信的话，咱们来个真正的教学。实际上呢，这是一个简单的手法，拿一个球在手上，假装拉的时候，同时让球往前面滚动，就是你手上一个细微的动作，让它往前滚，收回来。或者咱们不一定用水晶球啊，咱们拿个橙子也可以，甚至拿个鸡蛋，或者是不一定是圆的，拿个方形的也可以啊。注意看，是不是？只要你学会这个动作，让它慢慢的往前滚，再通过抬手，轻微的抬手，让它收回来，但是你不要幅度太大，这样子，这样就很奇怪了哈。轻微的往前滚，绑住，剪掉，就两个手配合起来，会非常的神奇。你学会了吗？